目前最常常用的方法，就是测量酵素免疫吸附法 ，ELISA， ELISA。其他常常做的血清的检查，包括肝指数 GOD、GPT、VUN、肾脏功能 C-reactive protein， 身躯的种反应性的蛋白质，伫化验是一定会关的。哇，搞 CBC，differential count， 该常规检查了过来做分类，白血球诶分类定。啊，伊个治疗冇放射线，初期用放射线检查会使正确，啊是只显示单纯的软组织的肿胀的尔。但是随着病情来检查 X 光，会使发现骨头浸湿，哦浸侵蚀啦，侵。侵入的侵蚀是月食、日食迄食，就是捡家己吼侵蚀，会予人敢若像安尼，会烂去迄感觉吼。局部受伤的观察 ，X 光检查用来评估病情的发展以及受损的状况。有时啊，甚至会使透过 MRI， 咱讲磁核共振来确定早期受损观察的严重性甲磨损。啊，咱身躯的华囊液的分析有效无？有，你若抽迄个咱正观察的华囊液 （synovial fluid analysis）， 会使发现观察是毋是正处伫个一个发炎的状态。一般发炎的观察表现出来是混浊、粘度降低，内底含蛋白质会增加，葡萄糖含量正常也是消化减少，白球数目偏多。但这数据是表示观察确实有发炎的尔啦吼，我都解讲，你这都是一定是类风湿性的观察炎。啊，若丢掉啊，哦，卖会恶化，上要紧啊。所以第一，我得用加美国仙丹 （corticosteroid）， 急性发作的是口服还是局部注射美国仙丹类固醇，有效伫短期间会疏解遐痛苦，甚至观察外口像坏死性筋膜炎。心包炎也会使用伊类固醇来辅助其他的疗法。短期间低剂量的类固醇，比如讲有普雷顿尼索隆五至十 mg， 就是普雷顿尼索隆一天两粒以内，会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产生迅速有效的抗发炎的效果，并且减少咱的关节内底骨头破坏的速度。但是由于固定使用会使引发一挂副作用，譬如肌肉损耗耗弱、Cushing syndrome、月亮脸、水牛背吼、生青春痘啊、一挂大肚汤啊、大大，啊个骨质疏松，以及感染的危险性也较高，所以无建议固定使用。哦，每天的普雷顿尼索隆十米粒，卖超过微观值，最好是五至七十五，有法度控制，安尼就好啊吼。啊，用甲控制病情了，达到不减少。研究也副作用。啊，那 NSAID 方面呢 ？NSAID 是 non-steroid anti-inflammation drugs， 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。NSAID 来减轻痛引发的关节发炎，但是无法度干预减轻伊的病情。多数患者不建议单独使用，应该合并免疫调节剂 DMARDS。哦，当固定来用 NSAID， 哦，无咧呐，雷托尼的风湿当之类样，不是布拉腾啊吼，过另外一个系统，引发的副作用嘛，包括皮肤过敏啦、胃疼啦、胃溃疡啦、腹肚疼啦，甚至胃肠受溃啦、有气化炎等。为了减少这个症状 ，NSAID 的药品爱干物件做来食，现在推出的选择性的 COX-2 inhibitors， 譬如讲 Cereblex 减抗发炎。佮减少胃无爽快，佮出血，减少有即个好个相应个优点。如果患者是无多忍受 NSAID 的副作用，也是对 NSAID 的过敏的时，你来改其他个止疼剂，再来用佮普拉腾啊、西他米诺芬吼。啊，咱多少个用有 DMARDS， 或者 Disease Modifying Anti-Rheumatic Drugs。DMARDS 类型的药物，属于第二线药啊，会使改善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炎症状，佫会使减少骨头
甲软骨啊破坏的速度，这属于第一线的用药啊。哦，你包括 corticosteroid， corticosteroid 就是咱的美国准美国圣诞，甲 NSAID 达未到迄个效果哦。所以这 DMARDS， 佮轻易或者 slow acting 的药物，慢慢啊作用的，因为一般要持续来服用，几礼拜至几个月才会发生伊的效果。如果有效，会使依照无同款的剂量来固定使用。甚至用几多年，同时也可以合并各种种的 DMR、DMARDS 来达到治疗效果。通常使用第一线用药，也是爱加第二线药来加强伊的疗效啦吼。近来愈做研究发现，类风湿关节炎对骨头关节所造成的永久性的破坏，伫非常早的时阵就会发生。为了咱卖延迟啦，不可逆的关节破坏。以往治疗切疗是干呐，单独用抗发炎的药，效果无好。今仔日来建议较早来用 DMARDS 来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，甲预防关节破坏。常常用的这个 DMARDS 就是第一个叫做 methotrexate， 本身是免疫抑制剂，抗癌歹用着。通常开始就以采取，剂量最好是每礼拜口服7.5毫升，患者接受度若好，伫6至8礼拜就会达到伊个效果。如果患者2-3个月来无感觉就改善，会使渐渐剂量提到2倍15毫升，最多会使到25毫升。患者用着 methotrexate 过程当中，常常发生副作用就是口腔发炎啦、胃无爽快啦、骨脆。叫压制啦，吼，因为有抗癌的作用，免疫的药啊。多数人嘛，使服用嘴泥药引发间质性肺炎 （interstitial pneumonitis）， 当然嘛，造成肝的毒性，进而导致肝纤维化、肝硬化。不过几率非常低啦，吼，只有伫个持续用几多年才发生，几率嘛才1/1000左右尔。另外，一寡研究长期服用迄款麦索塞类，就会使增加得着 B 细胞淋巴瘤、B cell lymphoma 的机会，即淋巴瘤小可较恶性的机会吼。因此，咱伫治疗过程中间，爱检测各种的 CBC 血球值吼，白血清白蛋白、albumin 甲 creatinine， 咱的肌酐酸，而且每隔4至8礼拜对。测试肝功能。如果患者本身就是糖尿病、慢性肝炎、腰椎病变，或是过度的毒素，应该小心的使用麦索塞类。酗酒者，天天醉，即酗酒歹，减少食酒，避免加重咱的肝的一贯毒性。当长期服用麦索塞类，引发口腔的发炎、嘴发炎吼，还是肝的毒性。每天可以给叶酸 folate 1mg， 或是每礼拜给 leucoborin calcium 这种钙质 2.5至5mg 来改善。第二种咱讲叫做 DMARDS， 它就是 sulfasalazine 或是 azulfidine。sulfasalazine 是用口服的药啊，原来是治疗中度发炎的肠胃炎、溃疡性结肠炎、arthritic colitis， 这嘛是免疫风湿的病 ；Crohn disease 嘛是免疫风湿的病。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，用这个 sulfasalazine 会使甲抗发炎的药啊合并使用。起初，伊的剂量每天2剂。每届0.5g，以后每礼拜增加0.5g，一直到病情改善，最高一天会使到3.0g。一般用sulfasalazine，伊的耐性拢袂歹。产生副作用，有些皮肤会起疹，吼啊，会痒痒、微波、无爽快，
有十至十五、二十五趴的患者，血内底白球、血小板会降低，严重降低大约占二至五趴。所以就开始治疗前三个月，每两礼拜至四礼拜检查伊的 CBC 就非常抗，就是我一般血球的常规检查呢。状况若稳定，每三个月复检就会使。另外，苏氯法沙拉仁是磺胺类甲水杨酸化学性，所以本身也是肌肉 PD， 哦，咱都卖用，就是对磺胺过敏嘛卖用哦。